主料：土豆丝200克，香菜5克，辅料：生抽3毫升，盐2克，蒜粒2粒，姜丝1克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蒜粒碎，姜丝备用，土豆切丝泡好备用。热锅热油，放入姜丝和蒜粒碎炒香，放入土豆丝，加入少许生抽，翻炒至熟，撒入香菜出锅。成品。烹饪技巧：油料多点，轻翻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